我也是国军，是个少尉。儿呀，是你救了我，我才跟你说这些。你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日本人啊。先生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去当这个汉奸的。谢谢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在这儿会连累你的，我必须得走，必须走。你先说吧，我给你脱的，刚把你打捞上来的时候，就只剩下裤头了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得回重庆。可是，你现在一没良民证，二没有盘缠，走不了多远就会被日本人给抓走的呀。要不这样吧。你呢，先跟我去桃花部，然后我再去检问所给你弄张良民证，再想办法给你多弄些盘缠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回趟家，给你拿了一身之前我男人穿过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凑合着穿吧。饿了吧？吃个馒头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艾草。艾草，我们老家也用这个，据说可以安神驱邪。我就是觉得味道好闻。往前一点啊，往前点啊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你看我像不像伺候老爷沐浴的小丫鬟？精忠报国，这是我娘给我赐的。我娘给我赐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我娘心好狠，针针刺在我的脊背上面，好痛啊。亏你是个军人，你还怕痛。不过
看你这白白净净的，真不像是个军人，倒像是个教书先生。那你喜欢教书先生呢，还是喜欢军人呢？我呀，不喜欢油嘴滑舌的人。什么呢？这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几串钱和几张田契，还有些房契，家里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。家里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。爹没了，娘也没了，丈夫也没了，公公婆婆没了，就剩这点东西和一个孤苦伶仃的我。别难受了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护着你。